素颜有办法出门吗？可以啊，就是去取货啊，到垃圾、啊、我也会戴个眼镜，像这一般的学生这样子出门，对，大家都不会认得出来。但小杰的素颜我认不出来。我不是说不漂亮，是也是是漂亮的，可是你会完全是另外一个人，因为他现在的化妆是比较可爱型，比较女团感，可是他素颜之后，他会变成另外一种，有点像花木兰比较有英气的感觉。孙子，他说变胖了啦，对、啊、对, 对, 对，没有、啊、过一个年啦，幸福肥哦，也不是跟那个没关系啊，过一个年哦，火锅吃多了嘛，然后就放纵自己，从。对啊，75公斤胖到快85。哇，你胖一个过年胖了快10公斤哦，很可怕。其实素颜很自在很舒服，但是对我来说有点有点太赤裸了，就觉得多少要化一点点淡妆才可以让自己有比较安心的感觉，像我们要穿衣服的概念一样。嗯，那素颜有办法出门吗？可以啊，就是去取货啊，到垃圾我也会戴个眼镜，像这一般的学生这样子出门，对、啊、大家都不会认得出来啊，认不出来哦。认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近视很深，然后那个镜片会比较大，比较厚一点，所以可能看起来就不太像我平常应援上这么可爱的样子，所以像可能一般的读书的学生一样。那大家有看过我戴眼镜的样子是觉得蛮可爱的，就他们会有点不习惯，但是他们不会说这个会完全认不出来，他们只是觉得哎，这蛮可爱的，有点就很乖很乖，读书很厉害的感觉而已。对，你一见看到小迪的印象是怎么样？跟想象的差？我跟小迪合作很久啦、啊、很久了很久了，但小迪的素颜我认不出来。我不是说不漂亮，是也是是漂亮的，可是你会完全是另外一个人，因为他现在化妆是比较可爱型，比较女团感，可是他素颜之后，他会变成另外一种，有点像花木兰比较有英气的感觉。花木兰，对，我觉得他素颜比较有英气，然后他化了妆之后是比较可爱，因为他会把眼睛就是画得圆圆的，可是他素掉之后我其实反而蛮喜欢他素颜的样子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感觉。你记得我们上次去高雄住一起，有然后你就素颜走出来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谁啊？工作人员哦，谁呀、啊？他就说，哎，你先好这样子，我在想说，哦，小迪，我小迪，孙子，他说变胖了啦，对 对, 对, 对，没有、啊、过一个年啦，幸福肥哦，也不是跟那个没关系啊，过一个年哦，火锅吃多了嘛，然后就放纵自己。从对啊，75公斤胖到快85。哇，你胖一个过年胖了快10公斤，很可怕。